啥？他们把柳叶绑上山了？哦，赵腾龙抓他干嘛？小柯巴说他不知道啊。大明，我不能跟你去游击队了，我得回去。大哥，你这会儿不能回去，中埋伏这事儿你说不清楚，明显是个圈套，你回去太危险了。回去的确危险，但他们抓柳叶，我不能不管他。你们走吧，我回去。蓝大哥，那我们仨人跟你一起去吧。你们别跟我回去，好多事儿就更说不清楚了。我自己回去，我走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咱们下山去找小柯巴，让小柯巴给狼雕大哥作证，这事儿不就说清楚了吗？对呀。走，走，走。狼雕，去哪儿啊？多少狼？谁给你的胆？你找死啊！也不用谁给我的胆，我今天就这么横了，就抓你了。怎么着？我扒了你的皮！嘿嘿嘿，你扒了我的皮，马上就有人扒你的皮了。带走！走！带狼雕！三哥，没有第三个知道，咋遭到埋伏了呢？你问谁呢？那我也真糊涂了。你糊涂个屁！狼雕，你真拿我们爷俩当那撒尿和泥三岁小孩一样笨，这点事都看不透是吧？啊，你自己也说了。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只有你跟我爹知道。那是谁把这个消息给放出去的？爹，是你吗？赵三龙，那你说这是咋回事？当然是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共产党游击队，他们才在回来的路上埋伏，想杀掉我爹。游击队为啥要杀掉你爹？废话，这还用问吗？你一直勾结共产党游击队，想收编我们山上的人马，可是我爹一直没有同意，所以你就失去了耐心，起了杀心。赵三龙，你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伏击我们的人是谁了，不是游击队，是官世才带着特务。这事儿很明显，肯定是有人偷听到了我跟大兰家的谈话，然后传信儿给官世才，让官世才在路上伏击我。当然了，杀死大郎家的最好，杀不死，嫁祸给我，然后挑唆大郎家的带着弟兄们去投靠守备团。赵三龙，这事儿就是你干的吧？嘿嘿，狼雕啊，我真是佩服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在这儿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吧？好。老子让你死得心服口服。桂儿，哎，去把那娘们给我带上。是。客官，休息一会儿吧，外面人找你。谁找我？官家大小姐。
科班。山下，你找我？哦，我找你。啥事啊？他你认识吗？认识，他不丁大病吗？认识就好。兄弟，我们仨人过来找你，有点事儿。啥事啊？我听山杏说，你昨晚是不是看见赵三龙把我嫂子柳叶给绑了？啊！现在狼雕大哥也中了赵三龙的圈套，要解救我嫂子跟狼雕大哥，就你跟我们上趟山。那不行，上山我就等于送死。送啥死啊？啊！只要你把事儿说清楚了，狼雕大哥死不了，我嫂子死不了，你也死不了。小柯吧，跟我们走一趟，好不好？哎，不去。小柯吧。你干啥呀你？这干啥呀？我不去，你们还要揍我呀？不揍你，跟你好好说，行不行？啊，我嫂子不是救过你的命吗？啊，你现在看的，哎，废什么话？走，哎，走，干啥呀你们？你们干啥呢你们？柳烟，狼雕，你咋回来了？你在这儿，我能不回来吗？你不该回来。三龙，抓他干啥？爹啊，这件事待会儿我给您解释。不过刚才您听着了吗？这娘们跟狼雕说她不该回来。她怎么知道狼雕去哪儿了？该不该回来呢？我还是不明白，她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？说来也巧，今天早上啊，我带着几个弟兄去巡山，把他给抓着。您知道我是在哪儿抓着的吗？啊，共产党游击队藏身的那座山里。你胡说！我胡不胡说，你一会儿就知道。爹啊，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捋明白了。他狼雕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柳叶，柳叶呢又去告诉了游击队，游击队又伏击了你。这娘们儿她什么都知道，所以她刚才一见狼雕，就跟狼雕说，她不该回来。这下也明白了吧？刘英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大当家的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昨天晚上，关世才要跟我成亲，突然赵三龙就出现了，把我带到了山上。当时我啥都不知道。他非逼着我说，我从游击队山上下来的，给游击队通风报信了，让游击队去山下伏击你跟狼雕。赵三龙太阴险了，你不能中了他的奸计。哎，这是我亲爹，我能害我亲爹呀？不过你脑子转的确实挺快，是吧，陆远？啊，也是，你们这帮人啊，最擅长的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，见怪不怪。哎呦爹，那这下麻烦了，事情已经摆在这儿了。他说我是编的，我说他是编的，那至于谁是编的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您看着办。三龙，哎，俩人见个面不容易，让他们多唠唠。大哥，
我没什么耐心，给你十分钟，你俩该亲的亲，该抱的抱，该干啥干啥。不过话也说回来了，你们俩那么有缘分，在黄泉路上做个伴儿，也算是我赵三龙做了一件好事儿。不用谢我。吴眼儿，给他们送吧。哎。梁调，他们会杀了咱们吗？郑月，我连累你了。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等一会儿，等啥呀？面带了，给我摘了。你们干啥呀？想闷死我呀？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这样你不上山啊？上山？上山送死啊？送啥死啊？不跟你说了吗？救人？救不了人还得把命搭上，那不就是送死吗？去不去？干啥呀？去不去？哎呀，不去！我跟他说。等会儿。我跟他说。小柯吧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就不能看着他们俩这样待你。我知道你心眼好，那你能不能心眼再好一回，救救狼雕大哥和柳叶嫂子？我知道你怕死，可你的命是命，我们三个人的命也是命啊，我们都不怕，你怕啥呀？再说了，人家狼雕大哥和柳叶嫂子还救过你的命呢，你就当是报恩，你也应该跟着我们上山去救他们呀。山杏。你说这话我能听进去，你说你们都不怕死，我的命咋就那么金贵？主要是我怕我死了，报不了仇了。兄弟，知道你要报仇，杀了关二才是吧？只要你跟我们上山，救了柳叶跟狼雕大哥，你的仇我们帮你报了。一言为定，赶紧走吧，走走走，走，哎，走，慢点。咱俩家就一墙之隔，我从小就喜欢你。咱俩小辫儿黑黑的，眼睛锃亮，一小一口小白牙，总跟在我后面吵吵的，我让我带你玩。可是你干啥都不带着我，说小小子不能带着小丫头玩。记得有一次逛庙会，你把我都弄丢了，我吓哭了，还是你姐把我给领回来的。还说呢，就为这事儿，我爹暴打了我一顿，从此再带你出去玩，就抓着你的小手，生怕你走丢了。小时候你抓着我手，我心里总是热乎乎的。长大了，我一看见你心就慌，总是躲着你。对，为啥躲着我呀？你说为啥呀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怕你看着我。那时候就想，我以后要是嫁人，就一定嫁给你。我有发过誓，这辈子非你不娶。但没想到被日本人抓了壮丁，被押到了日本国，一待就是5年。所有人
都说你回不来了，我等了你整整五年。那年跟大明的哥结婚了，结果你回来了。后来大明的哥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，给打死了。本来我以为，咱俩还是没这个缘分。不，柳岩，咱们俩有缘分。古人说得好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们俩做到了，柳岩，我们俩在阳间做不了夫妻，我们去阴间做夫妻。好，这个手镯是你送给我的，你答应过我，你娶我那天给我戴上。现在你给我戴上，从现在开始咱俩就成为夫妻了。哎，媳妇儿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挖了。郎调，那个我爹说了，说你们俩这么多年感情深厚，他不忍心看到这个场面，就不来送你了。
好，那我就交代几句，跟弟兄们交代几句。他赵三龙断然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。哪天他完蛋了，如果弟兄们还念跟我的旧情，就到我坟上给我烧几张纸，告诉我赵三龙这个烂心肺的遭报应，不得好死。魏儿，你会给他烧纸吗？龙爷，我给他烧马粪。你们会给他烧纸告诉他吗？这都是我的人。行，我迟早会死，但是我是老死。今天啊，就是你这没良心的死期。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狼叔，一路走好。枪下留人！刘烨，刘烨，刘烨，刘烨。小柯本，你都知道什么？大当家的，站起来说话。
站起来。老张，我呀，啊，知道啥说啥呀，怕啥？你跪啥呀？我站起来，我行了，别害怕了啊！我听你说，大当家的，来的路上小柯巴把所有事儿都告诉我了，所有的事儿我都能说明白。咱就先从绑山杏的事儿说起。赵三龙跟独眼狼先绑了老桥头的媳妇跟孩子，要挟老桥头，老桥头害怕，就编谎话来欺骗大当家的。大当家的，您知道老桥头的人品，自然就相信了老桥头说的话。赵三龙他躲过一劫，正一刀把山杏关在狐仙洞的时候，对山杏起了歹心，要糟蹋山杏。小柯巴看不下去了，杀了正一刀，跑下了山。赵三龙觉得这事儿败露了，就把所有的事儿都嫁祸给狼雕党了。赵三龙还杀了老桥头，把这件事也嫁祸给狼雕党了。大当家的，你要不相信我说的，山杏和小柯巴都在这儿，你问问他们就明白。小柯巴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山杏，句句属实。听到没有？当长工之前说过书吧？哎，说的不赖。以后开书馆啊，告我一声，我肯定天天去听。小柯巴，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呀？让你这么说，啊？爹，在这儿费这些时间干什么呀？这不就是他们惯用的套路吗？啊，全都是他们自己人，想编什么编什么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这您也信呀？我还想听听。小柯巴，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你在这屋讲话，有人能听见。我在这屋说话，有人能听见。什么人能听见？怎么听见？大当家的，在你那个座位底下，赵三龙挖个洞，安了几根主管，通到他的房间里。不管你在这屋说什么，就连放个屁，他那屋听得清清楚楚。放屁！你拿命！啊，你还真拿自个儿当说书先生了啊！告诉你啊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找他来给我胡编乱造，血口喷人！三龙，是真的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了，他们瞎编的，什么主管的这管的那管的，谁知道？胡编乱造的。大当家的，有没有查一查就知道。查，给我查。
杜燕，啊，我明白了。我就说这段时间，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偷偷摸摸的跑到我的房间？我，原来是你啊！龙月，你好大胆！爹，查出来了，是那毒药干的。我干的。哎，听着没，承认了，爹他承认了。赵三龙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啊，这么多年鞍前马后的，我给你干了多少事儿？你不赏我就算了，还有事没事就打我，那我都忍了，就这种还亲爹的事。我拿你当亲兄弟一样对待，你就是这么陷害我的，是不是？你个畜生！我是畜生是吧？我是畜生是吧？好，我是畜生！大当家的，听我说，这一切都周三楼，都周三楼让我做的，都是他。爹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信任杜远这个大叛徒。你要干嘛呀？啊，你不是要杀了我吗？我可是您唯一的一个儿子了，你不是我儿子，从此以后咱俩断绝父子关系。谢谢爹不杀之恩。大当家的，你不能放我走！赵三龙，你给我站住！怎么样？站住！我。大家大哥，三龙，三龙，
你还真下得了手。狼雕啊，大哥，你亲眼看见了赵三龙杀死了柳爷。柳爷是我传人，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，心连心的亲人。他杀死柳爷，就等于杀死我狼雕。柳爷今天赵三龙必须偿命。大哥，我们兄弟这么多年，同生死共患难，情同手足。我今天因为柳爷杀死了你的儿子，我确实不仁义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情断义绝。打死我了，浪天大哥，也算你这当爹的替儿子报仇了。大哥，在我死之前，我还有个小要求，就是我死后，你带着兄弟们去投靠共产党游击队。小子再混蛋，他是我儿子，你打死了他，就是挖了我的心。好，咱们以后情断义绝。敢打我！